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平民百姓。现在为大家示范的是花园中的幼女，就是火妹，超级。继之前的那个伪残念事件，我又来做了一次尝试。这次换了一个账号，基本上这个账号比较强，玩起来应该会比较轻松吧。先看一下我的队伍。火狗、朱雀、魔羊、巴风特还有蛇女，基本上跟刚才的队伍差别就是一个是用火狗，一个帮巴风特这样子而已。CD 一样，全部都是 CD 五。但是这个队伍的平均等级比较高一点，恢复量也比较高，所以打起来应该会比刚才更轻松一些。队友我一样选择 CD 五的黑狗。一样，一开始的话，我就是先集 CD， 先把这个史莱姆给狙击掉，先试一下这个账号的火力。因为怕太强，把右边那一只 KO 掉。顺便可以消一些杂猪。因为这个账号攻击力比较大，所以，我可能尽量避免打太大力。如果真的要打的话，就顺便。直接把猪猪笑一笑也没差了。一样先把小魔女、大魔女给 KO 掉。转出三到五 combo 的玩家，应该如果程度跟我差不多的话，打起来应该也不会说太难。像这样combo也很多，可以看到伤害就比我另外一个账号来的高了啊，就combo到了。好像在他们狙掉。有些时候一些天降我是比较没办法控制的。三个 CD2， 基本上杀这两只意思是差不多的啦。不过我会先杀小魔女，因为他会接着会去打那个史莱姆。正常来说，我的经验值是这样。对，跟预计的一样。然后这时候就顺便也去锤他一下，锤只史莱姆。因为这账号攻击力比较强，所以除 CD 的时候可能就比较没那么好除了，所以尽量要掌控的反而不是杀，反而是除 CD 的问题也比较大。尤其我这只 CD 是23，一样先杀这只大魔女。杀猪顺便清掉。这我就先杀史莱姆，一样杀魔女，先杀魔女之后，他自己回去再杀史莱姆。差一点转不到，因为大概这个combo数应该可以杀掉两只。
绿柱跟光柱我就尽量消掉。要不打算用转的，所以希望它能够掉一些新珠下来。好像这样，哎，掉过头。哦，这个三 CD 我会储一次 CD。算一下 CD 时间。哦，这样子可以再偷赚一只。只是怕应该下手会太重吧，感觉上次会把两只都踢掉。哎、欸，很漂亮，哎、欸，这是我预计的，只要没有掉 combo 就好。哎呀，又浪费了，不过应该还好啊，稍微再储一下应该来得及。啊，两回合，哦，那应该 OK 了，随便打了。那说要随便打，就场面上一大堆水珠。刚没有消到暗珠，有点危险。哦，好像攻击力还够。把一些阿利亚扎的珠珠都把它消消掉。好，一样，我先打小魔大魔女。哦，第九关的小魔女是 CD1 的小魔女，那个攻击力还蛮大的，而且三只同时攻击，风险会比较大，所以可以的话，在这一关尽量要么就留新转，不然就是留攻击。好，我攻击住这五颗。哦，希望不要遇到 CD1 的。不过通常这样讲的时候，它就会出现 CD1 了。好，对吧？所以有些时候就是很难掌控。这时候魔养我会开下去了，因为我预计一二三四五颗要杀掉两只有点困难，而且我怕血量不够，所以我会直接在这个时候开大绝，因为我到后面的时候我还来得及集 CD。好吧，不要的珠珠也顺便滤掉。哦，这是我打过来的经验啊，因为五回合之内基本上五回合我应该这个火妹我还不会丢到大绝啊，因为丢下去可能我自己都受不了了，主要这时候是靠回血去跟他打。哦，我留一些新珠，我宁可不要 combo， 因为他打我第一回合就够6000多滴血了。本身技术不是很好来讲，这样打是会对我比较有利。哦，天降不错不错。哦，这时候力道掌控就很重要了。为了避免太大力的状况发生，我决定稍微消他一点血就好了，不然到时候天降我就GG掉了。哦，你看，像现在打已经9000多滴了。哦，魔羊 CD1 差不多，
我再可以给他试探一下，看这次攻击是大概会打多少血，好，顺便补一下血这样。这样抗波数蛮多的啦，补血应该没问题，只是伤害看他是还有骨头。哦，没有骷髅头，很好。没有骷髅头的话，我想一下哦，我可能争取一回合让他打，只是怕说这时候天降抗波害死我。尽量把猪猪弄到会卡住的样子。哦，对，一万一差不多。哦，现在目前在我的预计范围内，快一半了。哦，所以我决定，蛇女直接开绝招了。哦，基本上无所谓啦，因为蛇女开绝招，我这两只，朱雀的攻击力还可以提升上去。而且我可以这样切combo 1,2,3,4,5,6 好，这种combo 数的话，我会建议大家最好把它切开，切开来放。好啊，切的部分的话，应该是1,2,3,1,2,3，所以这两颗就旁边摆好了。因为我的转速可能没那么快，可以转到我自己理想当中的combo 样子。像这样，哦，这是我目前最理想的状况。啊，哦，一大堆水珠，这很危险。好，没关系，因为这个队伍的攻击力够，比起我刚刚那队伍来的攻击力高很多，所以我还有一二三四回合应该没问题。其实这看到真的是蛮烦的。一大堆水珠掉下来是要害死我就对了。哦，GG掉了啊，很可惜没有掉卡片。好，以上这个就是用兽队打活妹子的方式，我预计就是血量打快一半的时候再来把那个活妹好石化。好，这是我目前打测试比较适合的一个方式啊。希望大家也都可以打到卡片，大家都可以打到卡片，因为我没打到。好啦，今天这个示范就到此啦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